大家好，我是 XRX 共同创办人兼执行长 Wayne 黄耀文。大家好，我是 XRX 共同创办人兼营收长 Winston 萧慧忠。XRX 是我跟 Winston 一起于2018年创办的，我们总部在台北，但是我们很致力于服务新兴国家。我们是一家非常合规的 Web3 加密货币平台的交易所。其实新兴市场是去中心化的各种技术的最佳的应用场景，也就是我们能提供他们的各式各样的服务，从跨境的支付、合规的金流、美元的取得，到这个贸易上面要用的带有合约性质的支付跟抵押，甚至这一些中小企业老板他们个人投资交易比特币、买卖 NFT 都是我们服务的范围。2021年8月刚完成将近台币5亿元的募资，里头的脸孔除了年轻人，还有外国人，而他们有个称号叫做在台湾的矽谷公司。我们经营公司的方式很像在经营一个 NBA 球队，你可能记不住 NBA 各个球队的老板是谁，可是你会记住 Michael Jordan、James LeBron 这些明星球员，而且一个球队。你要赢球，你就是靠这些球员。软体、网络、区块链公司一直都是球员选球队，而不是球队选球员。把矽谷那套 NBA 哲学带进台湾，就能打进 Z 世代的心吗？他们是社群网络的原生世代，他知道加密货币产业接下来要怎么走，这个声音要直接进到产品里面去。